大家好，我是唐启阳，又到了周报时间了。我们来看一下9月30到10月6号这一周星象如何呢？本周星讯又是很多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会感受到比较多的动荡哦，因为行星的移动或者是顺逆又来了。本周四呢，冥王顺行，水星进天蝎，都是很重要的星象哦。首先冥王顺行呢，当然对所有的人来说，那个隐隐然在推动的那一股能量，尤其冥王又在摩羯座，它一定推动了我们认为的形象啦，我们认为的事业啦，要往哪个方向去。或者是你是一个在上位者的话呢，这个冥王星也意味着你曾经的威权强势，它有没有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呢？你应该已经看到很多不好的结果，然后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跟手段来去继续它呢？这个都是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都会感受到那股隐隐然的势力和威力。而水星进天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星象，它是今年最后一次的水星逆行了，加上了水星逆行，所以它在天蝎座会行进到12月9号，足足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都沉浸在水星天蝎当中。那什么是水星天蝎呢？水星天蝎会让我们对天蝎的事物感到好奇或者是研究，以及我们的思维会被引导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全民都进入了一种比如说探索秘密啦，或者是会用阴谋论去设想一些事情或者是看到比较多的人性黑暗面哦。那当然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它也会变成我们会去寻求自己内心那个不平静的地方，这作为一个疗伤止痛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星象，但是在疗伤止痛的过程当中绝对是不愉快的，就好像去看医生是一样的，总是要打针吃药或者是揭发你的伤口。可是水星天蝎当然也会对神秘学或者是对我们的理财也会有所注意哦，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探讨啦，那个大的基金啦，或者是 big money 就是我们的投资的金额，或者是某一些存款那要跟银行多交涉，这也是这个星象所对我们下的指令哦。你如果不理财，财就不理你了。此外呢，本周五火星就要移动进天秤座了，所以在周五之前火能量又会爆发哦，它会让我们看到了小细节，然后如何酿成大灾祸，所以我们不能忽略那些所谓的小人物，我们也要多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多沟通哦，你不要以为你的指令他们都听懂，听不懂后果就会很严重。那周五之后的火星天秤呢，是火星的弱势位了，意思是我们将不再用猛冲的方式来体现我们的能量，我们可能会愿意去协商或者是愿意去协调，所以想截取火能量的人呢，你要格外的去注重别人的需求多过于自己的需求哦，这是王道。我们来看一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如何呢？工作方面来说，金牛、双子、狮子跟处女是有感应的。金牛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你应该更积极一点哦，因为后生可畏啊，后面有很多人在追赶，如果你不积极的话，他们是很愿意接收的哦。另一个是双子星座了，双子星座的朋友工作方面会因为小细节出错而有大麻烦哦，你完全呼应了星象，所以你要特别特别的当心哦，尤其在你很专业很拿手的地方反而出错，这不是很糟糕吗？另一个呢是狮子座了，狮子星座的朋友你可能遇强则强哦，所以就算遇到了很强劲的敌手也不要紧张哦，那反而会激发出你很强的战斗力，你也会对自己刮目相看。另一个是处女座了，处女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最近可能会有一些长期的邀约哦，可能是口头的约定，不过充满了可能性跟希望，我希望你接受它。我们来看爱情方面，那是巨蟹、天秤、射手跟摩羯了。巨蟹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真是走路都有风哦，最近的桃花运非常非常的旺哦，你会有感觉的那个人他的确也很喜欢你，或者是在这一周告白成功的几率也很高，或者是宣布一些好消息、好喜讯。另一个呢是天秤座了，天秤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呢，那些接受过你帮助的人，或者是走仰慕你路线的人，都会纷纷的跟你告白，或者是已经开始非常的明显了，所以要不要接受就看你咯。另一个呢是射手座了，射手星座的朋友跟前任有关的部分呢，是你要多当心的哟，因为也许他们会蛮刺激到你的，
让你不舒服，或者是你可能有什么没有做好的地方，回头去弥补一下，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啦。另一个呢是摩羯座了，摩羯星座的朋友要小心烂桃花。这个烂桃花那是属于平常正面的追你，你都很冷漠，但是呢如果他是喝醉的，或者是他是很可怜的，你反而会接受他，这不就会招来烂桃花了吗？来看一下金钱方面，那是天蝎跟双鱼了。天蝎星座的朋友这一周财运非常的好哦，很可能会有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好工作，或者是其实可以谈成资源蛮多的案子哦。你也要勇于这个要求哈，我相信你会达标。另一个呢是双鱼座，双鱼星座的朋友在理财方面有贵人哦，所以如果那个很会赚钱的人你多问两句，你就可以被指点迷津了。我们来看健康方面，那是白羊跟水瓶了。白羊星座的朋友其实最近在事情可能太多太忙了，所以你有过劳的迹象，以及很可能你真的把很多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所以如果你是从事跟动脑筋有关的工作，其实你最近真的有点用脑过度，要小心哦。另一个呢是水瓶座了，水瓶星座的朋友则是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你有体力上的耗费，然后也可能担了很多不必要的责任哦，所以你身心其实是俱疲的。这种时候呢就不要再逞强，要懂得求救啊，贵人就在身边哦。